尊敬的碧桂园集团领导，尊敬的碧桂园学校的领导、老师、可爱的同学们，我叫刘志刚，50年前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，现在是退休的国家公务员，祖籍湖北襄阳。刚才聆听了三位女士的演讲。 是我受益匪浅，我在这里为他们祝贺。我演讲的题目是：我要对父母说。20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80多岁的母亲。 第一次撒娇似的依偎着我，头枕在我的胳膊上，静静的睡着了，睡得那么香甜，那么安然，那么幸福。慢慢的。 慢慢的，两个小时后，我的妈妈面带微笑，安详的走了。妈妈，妈妈，我把妈妈紧紧的搂在怀里，嚎啕大哭。 8年前的一个傍晚，我90多岁的父亲，在喊了一声我的乳名，坦然的去了天国。爸，爸，爸爸，我的脸紧紧的贴着爸爸的脸，泪水。 顺着我们父子的脸颊往下淌。我的父母都是无疾而终，临别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痛苦，这是多少世人的向往、追求与梦想。然而，又有多少人？ 能够如愿呢？这是一种修行，一种积德，一种福分，一种因果。而我从此成了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。父母在，家就在。父母。 就是家，父母是家的定海神针。请问各位，为什么每到春节前，一票难求，亿万牛顿大军形成滔滔的回响潮，人们布局。 血雨风霜，有的人甚至骑着摩托车千里迢迢赶回家去吃那顿团圆饭，甚至有的人把生命丢在了途中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 在他们的前方，有他们的父母，有他们的家，有他们的期待，有他们的爱。为什么我们要常回家看看？父母不求我们对家做多大贡献。
一年到头他们就图个团团圆圆。做儿女的也不奢望为父母带回金山银山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。他们只期望能为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，能为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。这是一种孝，一种爱，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弘扬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他们是伟大的践行者。可我的父母不在了，我的家在哪里呢？我的家在哪里呢？逢年过节我又能去哪儿？我又能到哪里去呢？我再也看不到爸爸妈妈那慈祥的面容，再也听不到有人叫我的乳名。有人说，时间会冲淡人们的记忆，这是真的吗？可我对父母的爱与思念却与日俱增，因为这是血缘亲情，更在于时不再来，子欲孝而亲不在。父母尽其所能给予我的太多太多，而我回报父母的却少之又少。我作为儿子，没有能够亲手为爸爸妈妈一口糖一口饭一粒药。爸爸妈妈，儿子对不起你们，儿子不孝啊。我欠父母的太多太多，因此我要对父母说，爸爸妈妈，你们是我唯一的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是天下最好的、最伟大的、最应该受到敬重的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是最有资格做我爸爸妈妈的人。无论何时无论何地，我都永远的完全的接受你们为我的爸爸妈妈，完全的接受你们给予我的一切，也接受因此而需要付出的所有代价。爸爸妈妈，而也请你们依然接受我为你们的儿子。爸爸妈妈，生命仅由你们传给了我，里面已经包含了全部我所需要的营养、力量、爱与支持，这些已经足够让我去度过、去成长、去走自己的人生路。爸爸妈妈，也请你们放心，儿子会继续做更多的好事，让你们以我为荣。我已经把你们给我的生命传承了下去。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妻贤子孝，儿孙满堂。
我有一个轻松、满足、成功、快乐的人生，健康、幸福。下一代有资格、有可能，也完全应该比上一代活得更好。爸爸妈妈，请你们允许我用这种方式来报答对你们的爱、感谢与尊崇。爸爸妈妈，儿回永远把你们放在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。在那里，你们可以每天看到我做的好事，我也能够每天感觉到你们对我的爱与支持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辛劳一生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，风里雨里默默地守护着家园。我怎能忘记我妈妈的一身棉衣，穿了20多年，上面补丁牙补丁已经认不出原样。我怎能忘记我的爸爸积劳成疾，病痛在地上打滚，也舍不得花钱去医院。在我上初一的一天，爸爸的病发作了，需要10块钱去住院，家里没有，我一个初一的学生，亲身步行五华里，敲开了当时生产大队大队长，也就是现在村委会主任的家门，请求他为我贷款10块钱去为父亲看病。而得到的回答是3个字：没有钱。我的爸爸只能因为这10块钱而忍受病痛的折磨。作为儿子，我心里确实不是滋味。在我转身回去的路上，我泪水不断，我暗下决心，我要努力学习，用知识、用智慧改变命运。老师们、同学们，我做到了，我实现了。爸爸妈妈，儿子向你们鞠躬了。爸爸妈妈，儿子永远爱你们，儿子永远感谢你们。爸爸妈妈，请你们的在天之灵安息吧，如有来世，儿子愿意继续做你们的儿子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永远在儿的心中。